他没动，您气的可以上来。滚！这个会稍微的可能那啥。滚！滚！让他帮我一下，因为我如果再继续这样的话，我节奏也不好变化，或者扶。扶我都意思说别那啥，那个妈呀，快消毒！他这个脚伸出来的有点多，那个把这个再开放是什么？站长，就是接胶布会比较麻烦。你瞎开什么呢？别打我了！你把我滚掉了是吧？我一会儿心里就混乱。有什么调度上你要觉得，我们完全可以想办法调。好漂亮。那我稍微用力点拽啊！你跑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！找我哥！其实上阵交给年轻孩子到这地方来遭多大罪，还被骂，干嘛多可怜？我家孩子怎么了？哎呀！晕不晕啊？还好吗？脑袋不疼，但反正现在有点懵，因为他正好在我视野盲区。你这个面积比我这个小多了。